欢笑中，恐怖再现。因为我个细佬，我系印尼华侨嚟嘅。哦哦 ，OK。但我细佬咧已经累咗几日噶啦，我细佬印尼已经系发生好多事，已经问到好多个师傅，即系讲得难听，都已经几十个。但佢嘅啲病成日都系反反复复，即系佢问师傅，又话佢俾人落光头啦，有啲又话佢系俾疫根啦，有啲又话佢已经嘅身系好多。你个讲紧你个女？讲紧我细佬。啊，你细佬。是哦，咁咩事咧？佢咧成日咧，好似佢用即系呢十几年啊，成日被嘢搞啦，同埋咧佢无端端不停系咁射精啦，不停系咁样射精啊，射精系啊系啊。喂 ，OK， 喂，今晚系咪好多甜股之夜喎？真系又原来系 OK， 不停射精，跟住佢咪好攰啦，佢系唔知噶，佢系瞓醒应该皮肤系湿。哦，即是他没有意识之下，是没有意识之下，是遗精，其实叫遗精。我叫遗精，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是那么好。不是因为不同的，如果你说他自己搞，他就知道自己嘛。现在梦境里面的遗精就可能他控制不到的，有机会。是的。是，还有呢，有些人说呢，即有些师傅入到他身上是，即其实身里面是有一块树叶在那里。什么话？树叶啊。是，他有时他正常呢，是啊，你跟他说话他是很开心的。是啊，那你跟着无啦啦他不出声了，你叫他已经不认你了。那这个就有机会是讲那些情绪问题的。因为精神方面。他完全是不，他听不到我说话。因为正如说，如果他有时候他真的突然之间有这样的情况呢，他如果真的灵体他上了他身或者之类呢，他不会这样说，隔一阵他又不理他，咁样就隔一阵又不听你讲嘢。唔系，佢成日感觉到咧，我想问佢，佢成日话讲我嘅胸好唔舒服。但系你问得多，佢又唔讲嘢俾你听噶。佢话佢总之好唔正常。佢话好唔舒服，好似咧，我嘅身唔系我自己嘅，佢嘅身唔系佢自己嘅。佢话家姐，我就嚟俾人占晒啦。知道你，如果譬如咁讲啦，如果佢正如上佢身嗰啲。他一下就上他身的了，他不会说他就他成日无端端自己行啊，他无端端喝一杯茶呢，他自己行走了。我觉得是他情绪的问题比较居多。我想你们有没有看一下精神科的医生啊？看到了，医生说他没事，他马拉那边看了照晒，说晒没事，他说他很正常。唔系，我想问你去马尼嗰度睇系睇精神科定系普通科？马拉佢话，我马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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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冇喺香港嗰度或者睇过啊？吓，睇过噶。有冇喺香港睇过？即系讲紧话，譬如话讲紧一啲精神科嘅医生啊，嗰啲咁样啊。而家未试过，但系咧。系啊，因为如果佢咁，你饮下茶咁，佢自己咁，系咯，一下子咁走咗咧，咁基本上咧，如果真系灵体搞咧，好多时会有个规律噶。咪师傅，佢其实系唔系一日就系正常一日，佢咪佢系呢个即系好似今朝咁，佢无端端佢又成日唔出声，系啦，佢咧成日咧呆呆滞滞，呆呆滞滞咁噶啦，系啊，同埋佢成日要瞓觉嘅，即系我意思，即系行一阵佢话 ，OK 啊，即系我意思咧，即系话佢如果真系有灵体搞佢或者咩咧，佢有啲固定嘅时间佢会发作嘅，哦，或者朝头早、夜晚，佢夜晚就嚟啦。他夜晚佢譬如话有冇讲紧系几点钟至到几点钟嗰段时间佢总之一个一晚完全系即系咧佢成日眼珠系一到夜晚佢话一六点后就佢听到人哋讲嘢噶啦。即系同埋咧佢听到人哋讲啲乜嘢佢有冇讲？佢唔知佢而家乜噶，同埋有时咧佢做做下嘢咧冇端端喺耳边咧，喺度讲佢啲嘢咯，讲即系喺度吓佢讲啲嘢。吓佢啲乜嘢？即系话佢。你得63岁噶咋咁样嗰啲？唔会嘅。如果个灵体唔会同佢讲话，系唔系佢话好？因为其实攞师傅，你听我先。因为咧，我屋企即系人哋屋企啦，即系我爸爸屋企啦。喺前边其实系死咗两个人嘅。哦，但系佢话咧系，跟住咧我爸爸又试过意外啦。跟住又去问嘢啦，就去即系问嗰啲神婆啲话，佢系俾人㧬嘅。跟住我阿妹又试过咧，即系我屋企前边有一棵树嘅，好大棵嘅。跟住咧，有次咧就有啲人即系食神通嗰啲话，佢
跟住棵树斩咗去啦，嗰度有两只嘢喺度，咁我阿爸就叫人斩咗，斩完之后咧，无端端我阿妹咧，即系有事啦，有人出事，系我细佬成日埋佢，好惊喺屋企，好惊。如果呢啲咧都仲有另外一个问题，有少少蛛丝马迹，因为树嘅嘢，嗱讲真。是不敢亂斬的，你不可以立亂斬的，這些是有少少蛛絲馬跡的。還有呢，他說他成一半東西給東西吃，他的眼球呢會動來動去，不停地動，很多人害怕的，我弟弟就回去跟他一起睡，成日在喊半夜，睡睡睡睡。不如這樣，我們現在亂說都沒什麼意思的，即我覺得是要，如果你真的求助，即我覺得這個 case 呢還還可以，我想接觸一下個事主。你可不可以或者這樣，你譬如說他有時佢語無倫次講啲乜嘢嘅，你可唔可以或者用電話或者拍一拍，即係影一影，錄低佢，係攞錄低。有嘅有嘅，我有的。你頭先睇到嘅只係恐怖在線部分嘅精華片段嚟嘅啫，想睇曬説話好簡單，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30登入去 admin.com 就睇曬全部嘅節目，係免費噶。咁但係你都可以啦。自己 download 下載幾時睇咪幾時睇啦，咁呢個咧就是一個月費啦。聲音嘅$25，睇埋視像嘅就$35，任君選擇嘅。只要登入去 admin.com 揾到個付款方法咧，你就知點樣俾錢噶啦。好簡單，有 PayPal 啦、支付寶啦、銀行入數，甚至乎上嚟我哋太古人夫7樓俾錢都係可以噶。唔好諗咁多啦，即刻行動！